咦，那房子看起来蛮有特色的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我看我还是进去看看好了。这个地方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如果能居住在这里，一定是很棒的事。百步蛇，我命令你保护这两颗蛋，直到孵化，如有闪失，唯你是问。尊敬的太阳神，我一定会完成使命，不负重托的。真不知道出来的会是什么，好期待啊。太阳神就不是小男孩的名字，小女孩的名字我们取名叫做露华。